今天难得有那个黄百鸣大哥到现场来。哎，我这边问一下，有看过他的电影的举手。港星黄百鸣，喜剧经典港片《开心鬼》主角，来台提前庆生，地点就选在音乐餐厅。四月八号过生日的他，这回来台庆生加度假，精神饱满。而冻龄脸庞让人不敢相信，他73岁。你用粉笔丢我，同样的我也可以用粉笔丢你，公平吗？也可以让你亲身体验一下给人家用粉笔丢的滋味。猪王爷，快来救我！当年开心鬼电影是黄百鸣从幕后转到目前的重要作品，猪榜眼还有好几名女同学的故事，只有100万元港币成本，却获得千万元票房佳绩。阿娇，阿娇，还好我及时赶到，要不然你就死翘翘了。哈，好极了，我们快回去救他们吧。张曼玉也曾出现在《开心鬼》中，这一系列电影重量级港星客串多，黄百鸣从猪榜眼投胎成《开心鬼》后世，成为一名学校老师。系列电影一拍就是5集，电影台重播率更高，连黄百鸣都亲自演唱主题曲。为人乐观无畏危，嘻嘻哈哈过成世，齐齐大家跳只舞，开开心心救生鬼。主题曲《开心鬼》成为经典曲目，而黄百鸣这回来台庆生也不忘高歌一曲。三雄杨兴荣，香台报道。